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，到中国留学或者旅行的人日益增多。作为一个外国人，到了中国之后，首先得要解决吃饭的问题。而在中国吃饭，离不开筷子。作为用叉子和勺子吃饭的外国人来说，谁会使用筷子吃饭？这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。今天我就讲讲关于我和中国筷子的故事。记得5年前，我从加德满都出发，乘坐飞往北京的国际航班，途经中国美丽的云南昆明。到达北京时，差不多坐了6、7个小时的飞机。虽然飞机上吃了一点东西，但这时我早已是饥肠辘辘，感觉浑身乏力。将行李放到宿舍后，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想要安慰一下肚子。在同学的指导下，我第一次走进北师大的学生食堂。北师大的学生食堂又大又漂亮，食堂里面吃饭的同学很多。我要了一份15元的快餐，有土豆炒肉、西红柿炒鸡蛋，还有一个说不上名字的菜，可一个汤，还有一双筷子。我早就听说过中国人吃饭全要靠一双筷子。我拿起似小木棍一样的筷子，有点发难了。我试着用筷子吃饭，好不容易才夹到了一块土豆，土豆还没有放到嘴里，在抵往嘴中的途中就掉到了地上。于是我看了看周围，幸好没人在注意，否则我不就尴尬死吗？后来我想了想，我来中国读书，连筷子都不会用，怎么会学到那些枯燥的拼音，那些像画画一样的汉字呢？我有点失望了。后来又鼓励自己说，连小孩子都用得那么顺手的两根筷子，我年轻人怎么不信呢？因为我清楚地知道，我要做的就是付出更多的时间去练习使用筷子。记得去中国之前，我叔叔再三嘱咐过我，你在家的时候多练习使用筷子，否则你到了中国之后就没法吃饭。当时我更注重的是学习，对我来说，能考上大学是最重要的事儿，就认为用筷子吃饭有什么好担心的，用了2、3遍之后不就学会了吗？